岁迎新春。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延边新闻网的网友们，大家过年好。您现在观看到的是2017延边网络春晚。您可以通过延边新闻网、腾讯、优酷、土豆等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此，我们通过网络向全国人民拜年了。谢谢，彭妈，你把这谁哟？一句过年了，道出了多少儿女归心似箭的心情。一声到家了，说出了多少家庭幸福团圆的亲情。在过去的一年，厕所革命、安居工程、危房改造，一项项的民生福祉惠及延边父老，一张张笑脸灿烂如花。过去的一年，狮子山侵袭延边，面对灾难，延边人民众志成城，抗灾自救，取得了圆满成功。回首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的太多太多。回首过去的一年，我们想说的太多太多。让我们把这一年来所有的经历、一年来所有的感悟和一年来的点点滴滴，都浓缩在这精彩的节目当中。在歌舞的美丽旋律中，让我们一同去回味、去感受、去体会吧。Thank you.
2016年第十号台风狮子山于8月28日下午20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我州出现暴雨大风天气。在山水相依的延边大地，一场特殊的战役在狮子山的吼叫声中打响，演绎了一部边疆儿女可歌可泣的时代传奇。
고향이 그리워 대양 넘어 계시는 어머님 보고 싶소 세상에 다양의 달밤이여
마마 生机，春天蕴含着希望，我们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在春天勾勒出美丽的蓝图。在这春意融融的夜晚，我们分享这一年当中辛勤劳动的果实，也畅想着明年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的晚会，我们准备了动听的歌曲、好玩的游戏，还有丰厚的奖品。相信大家今天肯定有意外的惊喜，还有一年的好运呢，能够伴随在您的左右。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最具我们朝鲜族代表性的相貌。相貌舞是朝鲜族富有代表性的一种舞蹈形式，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一带广为流传，深受朝鲜族居民的喜爱。每逢节日、庆典等特殊的日子，人们就会跳起欢快的舞蹈，摇动彩色缤纷的相貌，线条流畅的长长飘带旋转如风，在舞者周围画出各种光辉耀眼的美妙彩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了让现场的每一位到场的各位观众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本台的晚会当中，我们组织了一场非常有趣的游戏环节。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一定是跟相貌有关。那有请我们的李小姐，有请拿上来最具我们朝鲜族特色的相貌。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现场五位观众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啊。如果您热情参与的话呢，自然都有礼品赠送。当然有的啊。如果说您摇着的相貌时间是最长的那一位，自然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2017的金鸡一对儿啊，84K 的，24K 的。好，那哪一位想要来参与我们游戏当中，可以举手示意我啊。
可以，现在可以举手了。有请五位，这位女士，一位、两位、三位，好的，戴帽子的那位哈，可以，几位了？有没有男士啊？只有女士吗？全都是女士、啊。这位先生来，有请。踊跃参加，有请有请。因为我们看到每一位相貌舞表演的演员呢，他们都是甚至是手背后是吧？然后还可以这样转啊，蹲到下面转的。那我们不要求大家这个原地蹲下来转，但是要求一定要手背后对啊，摇起相貌啊。看这位先生，看这个姿势还不错啊，觉得还差一个滑板鞋。都准备的挺好的。啊，稍后的时间呢，这个我们统一口令，然后一二三一起来啊，转动的时间最久的，如果错了、掉了啊、坏了，我们就自动弃权啊，向后退一步，好吧？来，我们现在齐步啊，站成一排就可以了啊，不许用手的，一会儿啊。对。准备好了，准备来，站成一排，向前看，来，三、二、一，开始。旁边那位已经弃权了。为他们鼓掌加油好吗，现场的朋友们，手背后，好了好了，基本上没怎么动啊，在这边算你上手的好吧。阿姨你别往后退了，再退都进到电视里了。这位男士，这位先生特别棒啊。好，我觉得应该可以了是吧。继续掌声鼓掌鼓励好吗，鼓励。哇，好棒啊，是不是在家里好练了好长好长时间呢。这位女士，我觉得你也不用再转了，你都上了六次手了。啊，这时候什么也听不到吗，是这样吗？跟她交流完全听不到是吗？阿姨你也错了好几次了。这都弃权了，那就啊，那小朋友也你继续转吧，没关系，旁边还有一位选手呢啊。对，我们小朋友对，继续转啊，这位先生，继续转吧啊，后面还有两位还在转，继续啊，继续。对，看看你能转到多少时间，加油加油！一次一次打我，我因为不让你拿冠军是吧？啊，我觉得这位现在行了，行了，真的行了，再转。你觉得你现在是站到帽儿山上了是吧？有没有风的感觉？海浪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通过刚刚转那么三五圈就看得出来了哈，冠军已经诞生了，没有意见吧？我们旁边的这位女孩，我们现场的这位先生获得冠军，掌声鼓励。啊，我们其他的每一位也都有礼品赠送啊，来，有请我们的鲤鱼啊，为他们送上2017年的金鸡一对啊，那送给你的是可以啊，对，是的，可以炖上蘑菇的，今晚回去就吃它了啊，一定要真蘑啊，松茸也行啊，买5斤炖上。啊，谢谢几位，谢谢，感谢，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啊，辛苦了啊。好，我们第一轮小小的游戏呢，只是希望哈大家能够活跃一下气氛，并且呢让大家通过刚刚的一个小小的画面，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延边朝鲜族啊这个民俗的表演非常的多，其中的相貌啊不是非常容易能够演得出来的。对。对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今天晚会是否会有精彩的相貌表演，让我们拭目以待。那接下来精彩的节目继续进行，有请。风起云涌，硝烟升起，心
让别人努力，咆哮这秩序呼喊胜利，喧闹整个大地，战士听着战鼓擂鸣，热血烈勇奔起，力量如刮起狂风暴雨，成败勇士第一。
您现在观看到的是2017延边网络春晚的活动现场。那随着我们网络春晚每年的精彩继续，延边新闻网今年已经是承办的第四年的延边网络春晚了。每届都有不同的主题，每一届都有不同的亮点，而且每一届都要与互联网有关。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了。所以在今天现场，为了和现场的各位观众做一个互联网上的互动，我们也将会给大家发送一大波的红包。同时像刚刚啊，有朋友非常喜欢的2017的金鸡，爆晓的金鸡，哎，没错，稍后马上要送给大家了，看看谁有机会。此刻大家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啊，在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的位置，通过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位置点击进入，上面有一个发起群聊啊，都看到，
点击进入发起群聊，上面有选择一个群和面对面建群，我们点击面对面建群，然后会提示你输入数字，我们在今天统一输入2017，准备好各位，我已经塞钱进去了，大家准备好，后面没有摄像机吧，没人看到我的输入密码哈，指纹识别，3、2、1，很快吗？已经没有了吗？首期最佳的原来是倒数第四名啊，这叫好饭不怕晚是吧？张玉凤，哪一位现场的观众在哪里啊？那位女士，恭喜您啊，不仅获得了我们现金，刚刚中了4000多块是吧？同时我们也送上金鸡一对啊，来一公一母。好的，我们工作人员直接送上去就好了，那边那位女士哈，恭喜您啊。其他的朋友也都可以获得礼物，就是刚刚你们中的现金不用返给我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行下面一段精彩的节目表演，继续送给各位，来热情的掌声，还有吗？有请。
新的希望。感谢所有和我们一起度过这欢乐时光的网友们，无论你身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过得更好。严斌向你们发出永远的邀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2017延边网络春晚到此结束，我们明年再会。再会。Peace.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延边新闻网的网友们，大家过年好。您现在观看到的是2017延边网络春晚。您可以通过延边新闻网、腾讯、优酷、土豆等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此，我们通过网络向全国人民拜年了。谢谢，彭妈，你把这些哟。一句过年了，道出了多少儿女归。
四姐的心情，一生到家了，说出了多少家庭幸福团圆的亲情。在过去的一年，厕所革命、安居工程、危房改造，一项项的民生福祉汇集延边父老，一张张笑脸灿烂如花。过去的一年，狮子山侵袭延边，面对灾难，延边人民众志成城，抗灾自救，取得了圆满成功。回首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的太多太多。回首过去的一年，我们想说的太多太多。让我们把这一年来所有的经历，一年来所有的感悟和一年来的点点滴滴都浓缩在这精彩的节目当中。在歌舞的美丽旋律中，让我们一同去回味，去感受，去体会吧。
2016年第十号台风狮子山于8月28日下午20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我州出现暴雨大风天气。在山水相依的延边大地，一场特殊的战役在狮子山的吼叫声中打响，演绎了一部边疆儿女可歌可泣的时代传奇。
향이 그리워 대양 넘어 계시는 어머님 보고 싶소 세상에 Thank you.